蛮反的吧？应该是还少一个那个黄色的还没有打，还把它打爆，前面那个啦，乔治城，这里吧，应该这里。到老皮家乱喷哦，你到我家喷，我就先报警，好不好？哎，某实况主家门口被人家喷啊，实况主报警处理这样子。然后我说一切依法处理，不要乱喷我家、啊。你要喷就喷，你就喷就喷喷你家门口啊，或是跟学校申请啊，对不对？哦，有两个、啊。为什么没办法直接冲过去打他？撞我撞我撞！这也太难对付了吧？有人说男生最喜欢在家里面用卫生纸乱喷，什么东西呀、啊？哎、欸，先生啊，你这个东西在喷什么、啊？你不要跟人家乱喷好吗？对不对？我痛痛痛痛痛！我们先去找一下那个图书馆。哎、欸，这边已经回血了，上面吧，里面还蛮多人。嗯哦，中了哈，中了哈，两个。我觉得我根本就是喜欢玩那种远程伤害型的、啊，打远程超爽的、欸，就像一直喷他，一直喷他，然后就可以杀一堆人，啊，好爽啊！这一个，后面一个，降世神通哦。我觉得还好、啊，跟江神龙海其实比起来，应该还好。应该还有，那机器好像在楼上啦。那机器在楼上，我现在已经没有烟了，我先找烟吸一下好了。哪边还有烟可以吸？那车子应该可以吸吧？有有有，这应该有烟可以吸了。哎、欸，才一点点而已、欸。好，先上去吧。二楼。老皮晚一点会玩别的吗？应该是不会吧，玩到十点。对，这个吧，哎、欸，也没有哎、欸，在哪里？三楼吗？嗯，先生，请问三楼怎么走？哎、欸，先生，哎、欸，先生不要这样嘛，先生，哎、欸，先生多冷，哎、欸，舒服哦。好，我们先三楼看一下，这里吧。哎，哦呦，吓死我了，卖孬了。装神弄鬼，没黑加啥哦，乱吓人啊！吓死人怎么办？我好想，好歹我也是良好市民啊，对不对？这么奉公守法，我就愿意坦荡荡，你不知道吗？哎呦，后面一个，哎呦，好痛，好痛，好痛！电梯好像不能搭、啊，一追，五追型玩家，啊，继续上去好了，左边，星际探头城多少钱呢？你要问的话，你为什么不到 FB 问呢？对啊，你那边开台问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好像是25美元吧，没记错的话。啊哟，哇，太帅了吧！哎、欸，太帅了啊，好帅好帅！有没有那么帅啊？那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哎呦，哎呦，是我飞弹，是我的飞弹。哎，被定住了，被定住了！太扯了吧，什么组合啊？这里没有烟可以吸啊。好吧，出尺下撤。又来啦！呜呼呼！有用吗？哎、欸，有哎、欸！太神啦！太神了！哇，好强啊！爆！呜呼！这没爆，哎，爆了啊！昨天拍麦快服，你会放 YouTube 吗？会，待会晚上就会放了。乔治城。
哦，我有四个那个嘞，四个飞弹，吸收碎片。Oh yes， 这还有，我们把基本碎片吸起来就好。小的话有我有空再自己收集。杰伦无先啊，这边又掉出来哦，对啊，超猛啊！你这边乱，快来挑衅我的、啊，挑衅你，挑衅你，挑衅！哦，中了，中了，中了，居然打到你 ，tasty， 不解跑。太蠢啦！吸毒烟气，小姐不要怕，我是蜘蛛人，我来拯救你。不准！怎么会突然讲不准？好了，我们上去看一下，那边还有一个那个喷漆的地方，过去喷一下好了。这里吧。镜头沾到屎，镜头沾到屎，啊，弄一下啊。喷漆时间，镜头沾到屎，要怎么喷啊？不知道怎么喷，看一下啊。镜头沾到屎，雪白色的啊。觉得旁边喷的好像不是很好哎、欸，有点糊糊的。哦，这应该是喷那个羽毛的地方了。就这样吗？那屎在哪里啊？You're welcome, world. 啊！镜头沾到屎，哎，这也不错了啊！刚好是我喜欢的主题，只要跟屎有关，我就觉得不错。上面是镜头，看屁看啊！这边有个，这边卖毒品是不是？这不像有人在卖毒品，这里吗？哦，楼上楼上楼上！呜、哦，枪击案，上面吗？哦、上面上面上面！有人好像跌倒，这也太嚣张了吧！哎、欸，这歹徒那么嚣，警察直接乱打的、欸。西雅图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嚣张了？歹徒可以这样乱搞一通？因为警察不会攻击我，他们一看我天天打人，警察不会攻击我，哎，好神哦！这个城市都疯了，你又来了，懂了啊？下一大堆屎尿屁实况主，真的吗？哪个实况主在屎尿屁的啊？赶快把名字告，赶快把名字报给我。好了，我们现在往那个吧，老哥那地方前进吧，应该是 OK 了。前面有一个糊糊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地图上面有点怪怪的，这个吗？有人说西雅图咖啡成瘾之后就变这样，好像是盖台的地方哎、欸，那边有人在盖台是不是？他把地图给那个讯号给盖起来了。OK， 上面吗？Oh, I hope that camera was expensive. 哎呦，就是老皮哦，那也不是很多，那也只有我一个啊，要不讲很多吗？上面这边吧。哎呦，很强哦，很强哦，哎，不错不错。哎呦，哎呦，哇哟，嘉年华嘉年华，舒服舒服。我先吸一下那个烟好了，待会我把吸满之后我就把它打爆。这里吗？巨石，吸个烟，吸个烟。啊、oh, yes ，雷达哪里啊？这个吗？太蠢啦！这还有一个小兵，其实可以根本不用打，你知道吗？要把任务完成就好了。你这边乱。还有一个那边乱搞，好痛哦！天啊，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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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行了，不行！后面有人偷，后面有偷打我。消灭邪音人，我们打手不该打的东西了。Yeah, 上面吗？这里啊。打打打打打，这边这边这边。好啦，等我先集个气啊，等我集完气就过来找你啊。笑这么开心，为什么突然变黑白哦？因为我快死啦。我已经快死掉了，我先吸一点那个烟气好了。哇，好痛哦！我这没有足够人让我打、欸，在哪里啊？这里，上面吗？这边地形真的很不好打，因为你有高低差、啊，你视觉死角看不到。走，好一个，我要打六个。打六个之后，我就可以用那个技能了。下面还有一个，投降一个，投降一个。这还不行，这边还有一个，干嘛啦？那么急？没被他打过是不是？哎呦！好痛！还差两个，啊，这边一个，刚好一个跳下来了。哎，你好。哎呦，这有 PC 版吗？这游戏目前是没有 PC 版。哎呦，被黏住了。这游戏目前没有 PC 版哦，它是 PS4 独占的游戏。这个、啊、中了啊，中了啊，还差一个、欸，别拍啦。这样我没办法使用那招，反正它已经爆了，没差了。OK。哎，还偷看，你看这士兵吗？在偷看，哎呦，哇，有人飞起来了，太神啦，太神啦，哎呦，干嘛啦？都爆了，可以从旁边洗洗睡了。我们已经玩数位版了吗？没有，我去玩实体版的，不黏住了。我应该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直播？我大概都是晚上八点整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别再拍啦！我们打那边打平民的嘞！哎、欸，你们是不是警察、啊？打成这样！哎呦，不行！我飞！哎呦，我飞！哎、欸，哈喽 boy， 跟我问声好。哇、哦，帅呆了！哇、哦，太帅啦！连续巨无敌人，你在那边乱，他丢烟雾弹给我吸的。上面好像还有一个，好 ，OK。游戏很帅，这游戏真的还蛮好玩的。哎，到了，好了，我们任务解完了，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过去找他哥哥了吧？他哥哥在搁在前面的地方啊，这里吗？我们先看地图好了。地图的部分呢，哎，我们现在在那个开拓者广场这边，真的是西雅图、啊，不过这边桥断掉了。然后这边喷漆一点，这边有个电话是区域决战啊，但目前是锁定的。然后这里还有，我们现在地图其实还真的蛮大的，到这边来。好了，我们先决那个，先找那区域决战好了，这边吧。然后他哥哥在这个位置啊，好，走，区域决战这边吗？警察先生，我下不去，别骗人了。
这里吗？区域决战，老兵这个烂炮兵，努力了啦，我就尽力了哈，不要那边，不要这，要给点鼓励嘛。OK， 反正这游戏没有妹子、欸，难得有一个英雄游戏里面居然没有妹子出现，上面吗？哦，わかりました。我给你买的，哎呦，就是这个嘛，哇，这蠢驴。区域决战的话，你要降低至30%才可以发动决战，现在目前还有72%，所以我把这边全部都把它打掉、啊，全部把它打掉、啊，这边还有吧？摄影机，这里看起来好像是贫民窟啊。为什么？隐藏式摄影机，闭路摄影机，联保部。台长发现我吗？一台飞机从我前面飞过，使用手机找出来，中了，摄影机好像在这边吧？隐藏式摄影机藏哪里啊？桥墩底下这边吗？这里。外面对啊，不是在前面那个桥，这里吧，这里，这边吗？Hello， 没办法上去，我想上去让他拍我，不行，这个吧，看到了，我已经看到了。Sorry, perbs。哎、欸，上不去，上不去。好，我们靠这个上去好了。区域决战，才60%哎、欸，要打到要打到那个全部打完，真的有点困难。好了，我们先截主线好了啦，不然那支线打好久。有机会再回来慢慢打。他每个地方都有个大魔王，就是类似像是，超能力者，就不像是我们上次打那个。只是拿格林机枪那个，那我觉得那个还蛮弱的。他其实后面会有一些大魔王可以打，老朋友打过一只，然后那大魔王就是会有一些特殊能力，会比那个我们遇到那个机枪手还要更强。这上面还有，到时候再回来收集好了。好吧，我们先去截主线，先截主线，这边这边，这附近吧。主打喷烟跟吸烟哦，喷漆跟吸烟，其他只是辅助。后面好像可以取得其他超能力啦，因为他不是有三个逃逸的那个吗？超能力者吗？应该可以吸他的能力，追逐霓虹。Bannerman。Pretty lame, right? 棋子哥，西雅图怪人之舟。随机杀人案件是我们干的吗？不是我们干的吧？Found out there's this bioterrorist maniac. Yeah, I just heard. And can we please not use the B word? What? A bioterrorist? Yeah, you know, that's just a slur invented by the DUP to make people scared of conduits, man. Look,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him, let's just track him down and find out what he can tell us about Augustine. And drain his powers. Okay, fine. And drain his powers. I'm telling you, it's gonna work. All right, they just found a body at 5th and Briar. Go check it out. But promise me, you'll be...Inconspicuous. Yeah. 所以也是有人在杀那些人，他们获得超能力之后跑去杀人。对啊，拿条纹丝袜，条纹丝袜，条纹丝袜，哇哦！小姐，哎，地震，地震，哎呦，地震，地震，地震站不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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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站不稳哦，好危险哦，危险哦！
回前路。怎么那么多地震？哦，他们不会撞那些人啊！我以为他们会撞那些人，结果居然没有。这边吧，所以霓虹吗？该不会是霓虹之力吧？过去看一下，霓虹超能力者。Oh yes， 前面吗？过去看一下。啊，比泰坦买版本还是玩高级版比较好。其实我是觉得还好耶，就我是玩一版本就觉得 OK 了，高级版也是多一点东西而已啊。I got it. 警察是不是 ？Phasers on stun. 光炮模式改成集狱模式。为什么主角哥哥会这么讲？因为他哥哥是，他哥哥也是警察，他不需要去攻击他警察朋友。Thank you. Although, what's the use of having smoke powers if you're not going to use them? Ah, there's my baby brother. 通常这么讲都不用，没有什么好下场。看看好了，这附近吗？变态超能力者，我就跟你讲说，我还没得到那个好不好？拉屎能力，腹泻侠，是这附近吧？你看地下会有那个很多霓虹的东西，应该是附近啊。哇、哦，这也太帅了吧！这切的吗？好像是被切开的哎、欸，这也太酷了！哇塞，怎么切的、啊？下面都是警察。可是附近应该有躲人，我们找一下好了。底下吗？哦，这边有。哇哦呵呵，这也太酷了吧！哇，太炫！ Well, found the victim. Definitely the work of a conduit. It's very showy. Okay, I need you to take a couple pictures of the crime scene and send them to me. Anything that might give us a lead. 可这也太刺眼了，相机是不是？拍阿杜，上传中。There's your wounds. 这是怎么？他那个怎么切的、啊？用火焰烧的。Fire blast or lasers? Ooh, what about flesh-eating death gaze? I wouldn't mind absorbing a little flesh-eating death gaze, right? Delson, even if the guy who did this is a prime conduit, we still don't know if this power transfer thing's even gonna work. Well. You know what? If it does, my first victim is the guy who came up with the name Bannerman. Bro, you really need to let that go. So, 已经拍完了吗？我刚已经拍上他的脸，这好像是男的，这个死掉是男的。这边有署名啊，这边有是有名字。拍有用吗？好像没有用。署名无用，这有签名啊。Okay, sending you the picture, but I think he blinked. Reg, I'm hearing sirens, man. Yeah, like that. The DUP's just cordoned off the area. I've warned the Seattle PD to stay away. Has to be the conduit. I'll check it out. 新的犯罪现场，好，前面。好，我们过去看一下。对啊，这眼睛看久会痛啊。可以，还是自然光比较好。自然的雄厚，有直升机诶。前面吗？我先开枪，有人对我开枪。我先升一下等级好了。有等级可以升吗？我刚才得到那么多的碎片，可是都没有办法去升级。第一等级要3，好吧。这边直升机，哦，太猛了。上面，转回来讲。Shoot to kill orders. Wow. Well, hate to interrupt this. Jeez, you were right. The place is crawling with dupes. They really want to catch this guy. You know their reputation now. Nothing. Yeah, well, so is mine. Record. From the looks of the guy, I at least would have expected a drug bust or two. 潜行暗杀，潜行暗杀，潜行先生，哎，不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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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ez. And good luck with that. 嘿，我只是看好戏而已。你们太夸张了吧？有必要这样吗？看好戏都不行哦、喔。哎、欸、啦，就是这样啦啊！对对对。
我是超能者，好不好？不是什么深恐分子，讲的好像那很肮脏一样。这还有吗？上面。欢迎上来啊！我有办法上去吗？下。哦，来了啊！哎呦，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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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痛了吧！你先上去吸一点烟，那屋顶上好像有烟可以吸啊！对对对，找烟了啊！老皮可以跟你一起合作吗？你要合作什么东西？这游戏可以双打吗？不行吧？这单人游戏好吗，帅哥？这是单人游戏，好不好？这不是连线游戏啊，没办法跟你合作呢。我也很想跟你合作啊。哎，中了中了中了！哦吼吼！打不死，前面吃我的炮，吃我的炮，防御姿态，我调查一下好了。为什么那个人哇好酷哦 ？This conduit sure got a certain style, kind of nouveau sick. Okay.Just need. Let me guess. Face and wounds.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这怎么弄的啊 ？All right, there you go. Stand by for wounds. No need. Got a hit on the face. Guy's a drug dealer. Rap sheet's a mile long. Look around for a stash. Might give us a clue why the sniper chose him. 毒贩嘛，所以说其实这个女的也在攻击毒贩，因为其实老皮之前玩的时候也会在攻击毒贩，可是我没把他们杀死啊。我只有把他们给制服而已，找出毒品库存，所以有可能那个女的想要吸，不是那女的啦，那个犯人想要吸毒，因为刚有人说女的，我以为那个是女的，感觉风格也蛮像女的，说不定就是女的，我这么寄望好吗？我这么寄望好吗？就是你，你还打？这里吧，毒品库存还有吗？好像没了。一拳跑过来，还在那边夹报纸，没在那边打架吗？你还走过来，太莫名其妙了吧？救人先了。没有啊。嗯、毒品库存，奇怪，刚才那不是毒品吗？要不然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对对对对对。搜索。Holy! Holy what? What holy? Delson, are you okay? Yeah. Found our sniper. Going after him. 哦哟！哇！哇吼 ！Sniper， 太神啦！哦，要对手了，好兴奋，好兴奋！哎，我喜欢，我喜欢。上面是不是？这样还对吗？这样都对啊。It's okay, I'm one of you. I mean, one of us. 跑下去了，后面后面。Just slow down. I'm not gonna hurt you. 哇哇 ！Slow down. 哇，好帅！我想要他能力。哇！太神啦！哇！跑上面去，跑上去，跑上去。Stop! Come back! Come back! Nice to meet you.跑哪去了？上面上面。No, he ran fast, like really, really fast. Conduit fast, man. Screw flesh-eating death gaze. I don't want that. Now, don't be greedy. Funny thing, man. I just before every shot, you could see the neon sign behind him dim a little. Must be his power source. Head back to the sign. See what you can find. 霓虹看板是不是？所以他要去吸收那个霓虹灯的力量。上面嘛，居有藏身处。You should see what this guy can do, man. Like lasers or something. I'm telling you, it would be great to have a 1-2 punch like that and smoke when I get to Augustine. Take it easy. We've got to find him again first. 老皮有点大声哦，是因为他调小声一点点啊。
如果很大声的话，我把调小声，调小声一点啊，我怕说太大声，因为有些声音比较小声啦，所以说我声音调小声一点是 OK 的，怕太大声啊。前面那边吗？霓虹的那个，过去看看好啦。这里吧，这里好像留了什么东西。你在那边拍，你在那边拍，中了中了中了。有人说不用，好吧，那我调一下。因为你们声音的话，如果说真的很大声，你要跟我讲，因为我没办法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啊，所以说。有人太大声，有人太小声，就要跟我讲一下。All right, I'm here. Any idea what I should be looking for? Just anything that might help with your sniper. Well, one thing this place tells us is that our sniper is a sniperette. Wait, what? 果然是女的。You should see this, Reg. It's like the girliest sniper's nest you've ever seen. what is that even? 有香皂诶。I don't know. It's just girled up, girl stuff, like.The name Brent burned into the wall in girly handwriting, and it is definitely the best-smelling assassin's den you could ever. 最好闻的杀手巢穴。Look, just send me photos of anything you think might help. Send me photo. 这个吗？ I wonder who Brent is. I can't help you there.老哥，看看这个吧，老哥。Okay, those definitely very likely belong to a woman. Like you know. 各位看一下，哇哦，这怎么讲哦？那个 bra， 然后内裤，这内裤像纸片糊的吧？这是纸内裤吧？我之前看过内裤那么扁的，这内衣还好，那内裤太扁了。地上有书啦，看一下是不是地上的书。书可以拍吗？化妆品啊，靴子啊。Okay, I can see how you might think those are women's shoes. Yeah, they're like size negative. 有花？在什么地方？他就住这种地方、啊，好酷、哦！看起来已经住蛮久了。这本书，有人说吸一下，恶心。Serial killer who reached Jane Eyre. 简爱。Oh, totally. Jane Eyre is like the female Catcher in the Rye.简爱是蛮有名的书啊，如果说你看过的话，你没看过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简爱不能吸啊，这没办法吸啊，能吸吗？嗯，哎，好想吸，可是不知道分辨不能，该不该吸呢？哎呀，看一下，哎，不行，不然被他发现我想吸。哎，这个，哎，这个，哎，吸一下，哎，要不要吸啊？好犹豫，哎，算了，不要闹了。I guess this sounds interesting.哎，这边有个那个，哦，好酷哦，好酷哦，可以这样玩哎，有没有？看，合起来了，哎，啊、哦，脸合起来了，看一下。可是这样视角没有很好，这样吧，这样 ，OK。That's interesting, all right. You know, it's a long shot, but maybe if I run this through the database, cross-referencing the name Brent, get lucky.你们想要吸什么？我想要吸烟啊，吸烟！这边很多烟可以吸，增加我的能力，好不好 ？If I could smoke and lasers, I could like put on light shows in our living room. Oh, that'd be putting your powers to good use. 好吧，这样你去取得。可是我要怎么找到他、啊、？Hey Reg,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the bras. Well, stop. Okay, seriously, just stop. 你看看，我把他的。我已经把他这个主角心声讲出来，好吗 ？Boom smoke, and then once I got on the ropes, it's like zap zap. I whip out the laser show. It's good to have a plan. 对吧？你看看主角的心声被我讲出来了，我没有那边乱讲的啊。Hey, 他刚才自己讲。Photo names Brent Walker, one arrest 2 years ago for minor drug possession. Get this, found dead 2 months later in an alley. Cause of death, a single puncture wound of unknown origin through the chest. I'm sending you the address now.Yeah, our girl's definitely got a thing against drug dealers. Sure seems like it. It's weird though, man. If she's just killing drug dealers, then why do the news reports make it sound like she's picking off random victims like it could be anybody? Yeah,
Well, you'd think the DUP would want people to know the killings weren't random. That if you're not a drug dealer, you're not in danger. That'd sure bring the panic level down. So you're saying what? The DUP is trying to scare people? Their job is to control the panic.他们就是要故意抹黑那些超能力者，让他们变得好像就是十恶不赦这样子、啊。对啊，这个那么明显，好不好？这绝对不是什么电影才出现的情节，好不好？现实生活中就有这种事情发生了。杀鸡焉用牛刀，太爽了。有人说以多年经验，真的胸罩看起来只有 B， 你真的很变态，你比我还要变态，好不好？我主要讲讲而已，你还帮别人那个罩杯量出来，你这不是比我变态吗？应该没讲我变态啊、哦，这个实在是太不够厚道啦、啊！哦，这个有变态大家一起分享嘛？变态塞沟上面吗？找到那个最后一个那个找不到那个碎片在上面吧？好、哦，看到了，对啊，媒体巨兽啊，靠媒体先把你抹黑啊！ Oh, yeah, I felt that. 对啊，把你抹黑之后，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负面的。冲天和尚的招数啊，如来神掌。想学吗？我这边有五本了啊，算你一块两毛五。西方版如来神掌应该有 C， 我不知道，我对此没有研究啊。这个一定要让各位观众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罩杯罩杯鉴定师，罩杯鉴定师啊，各位罩杯鉴定师来那个什么探知一下，探测一下。哦、老鼻子没办法知道他大概多大了。哦，这个学术你知道吗？什么叫什么？无术不学，但是这个偏偏我就是没有办法去啊，没有办法去掌握啊。Right, I'm at the alley, but there's a bunch of heavily armed dudes here. Looks like a drug deal's going down. I hate to go all cop on you, but it is the duty of every citizen to step up when they witness a crime in progress. So now you do want me killing people with my powers? I didn't say kill them, just rough them up, scare them a little, and destroy their stash. Delson, I heard shots.Did you kill them? No, just I did my duty as a citizen. 好紧张哦。Moments to think long and hard about the choices they've made. Did you destroy the drugs? Yes, I destroyed the drugs. Can I please go into the alley now? 大哥哥也太紧张了，好吧，就跟我对 PD 一样。Gate in front of the alley is locked. Well, I didn't stop you back at the cannery. Yeah. Fridge.You should see this, man. Speedy gone crazy is a tagger. She's a pretty damn good one, too. Yeah, well, don't forget she's a murderer, right? Pretty damn good one, too. Wow. 真的好酷哦，太炫了吧 ，RIP。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像有庞克头的草衣男是他的那个吗？可能是他的兄弟姐妹或是他的情人吧。他这边还有很多的那个照片啊，你看庞克头拍下了。我看那女的照片哦，那女的照片是 kind of touching. Yeah, well, there's good touching and bad touching. 这边有他的照片，我们近点拍好了。好像是短发的，这好像我喜欢的类型。哇，好棒棒啊！这边吗？You gotta admit, girl makes a mean vortex. 这还有一个。And now we come to the highlight of the tour. Okay, that is full bore crazy. Okay, so the girl stops off for takeout, comes here to sit with Neon Brent to tell him all about her day, while she chowders down. You know, Olaf's has a location on Alaskan Way.He's supposed to have one of the biggest neon signs in the city. Hey, if I had neon powers and a Chowder Jones, that's where I'd hang. I'm on my way. 在河岸旁吗？短发不错啊，而且他头发是染的那个吧？染成红色嘛？还是紫红色？看他跟那个人的关系不错，不过还是发生一些事情。哎，每个人都是，其实很多犯罪者也是这样啊，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呢，才会去误入歧途啊，杀人啊或怎么样。